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年充满希望和祝福的甲辰年。绣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，它不仅代表着吉祥和美好，更寓意着新的一年是喜气洋洋和鸿运当头的一年。绣球在新年期间不仅为门庭增添喜气，更承载着千百年来的美好祝福。绣球是文化的传承，也是智慧的展现。为了迎接吉祥甲辰年，我们特别邀请天后宫妇女主向大家展现绣球制作的精彩过程。节目中可以看到大家用上脚之手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元素相融合，用心制作着每一颗绣球，传送着对新一年美好的祝愿。祈愿绣球的喜气和吉祥之意在新的一年为我们带来幸福、和谐和安康，让这一颗颗满满祝福红彤彤的绣球陪伴我们，共同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。让我们怀揣着龙天护佑成瑞祥，勇猛精进妙吉祥的祝福，共同迎接新一年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愿您和家人平安吉祥，身体健康，幸福美满。